什么月四瑶，这要是个化身，我妈死给你打出来，兄弟。好吧，如果对面是个化身，这不把你个死给打出来，要么是翻寸。对面如果是个化身，真的这一把输了，我跟你说，把天总号给删了。看对面什么门牌，宝宝现在挺猛啊，兄弟，启动阵。化身是不可能敢来打剑辉单挑赛的，你懂吗？100%是翻寸，翻不翻寸的我也要起球。牛劲，哦，对吧？翻寸，封中了，稳啊！我还以为是化身呢，就看这个名字有点像化身，你懂吗？看这个名，就看对面这个小名字，有点像化身。宝宝得拍自己，两个宝宝双拍。出宝宝了，前面这个宝宝得拍中自己，可以出个显灵奇发给你吃一下，宝宝拍一下，这个要给前面这个宝宝顶个药，前面这个宝宝不能死，前面这个宝宝得拍自己，他这回又要锤我，教兄弟们怎么打翻寸了？好吧，要顺势而为，对不对？无所谓，我们输出最大化。我们看一下哪个宝宝伤害高，这边有一把青三叠，先给你下个宝宝。哦，这宝宝没神，没神很痛苦啊，兄弟们，没有神很痛苦。去秒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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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秒一把。他这一波要出宝宝，这把必须得去秒一把，下一把拍自己再青三叠，去秒一把。封中了，还开不了自己，难受啊！早知道行三点，不稳了，这 PK 打了。下把再出个配速，真的。下把哥们再给你出个配速，兄弟。宝宝伤害都不高啊，还行。应该这个宝宝伤害会高一些，再出个配速。金木水火土，拍自己，两个都拍自己，烦住他催眠，他可能要加分关了。看一下对面怎么操作。对吧，两个都拍风四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出个宝宝三个配速产生面，兄弟，这你还敢催我吗？不存在敢催我的，五个武农弹三个配速，哦，这个宝宝应该伤害会高一些，起个敢催我啊你！你敢催我啊？你催我一下看看，兄弟，不催我，下回拿这个配出去，四魂是最不送的封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会玩的都封落魄，没有人会封四魂，兄弟们，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？都会封落魄，所以说对面啥也不是，兄弟们，来，嘣，差一把，2700，不特别痛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把对面封我，我们先出宝宝。出一个啥宝宝呢？出一个 B 的 EP， 出一个带高驱鬼的，出一个带高驱鬼的 B 的 EP， 对吧？宝宝给自己顶个药，对吧？封四魂，对吧？四魂封中没关系，我这一波出的宝宝有啥关系啊？对不对？只要不中催眠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我下回要拿这个宝宝解自己就可以了啊，宝宝，对吧？低神药，兄弟们，见过没有？低神药，真的，我都服了。这宝宝居然还有这种低神药的操作，真的。直接解封，就是一把大清庙，好吧？先把他后面这个能晕人的宝宝给清了，可能是高驱鬼啊。像这种，我跟你说，吸血鬼都差不多，吸血鬼差不多都是高鬼魂啊。我们这边有高驱鬼。2900的法术伤害，能不能给我爆一下？分身对吧？顶不住了，知道我这把是要100%要去秒的，好吧？那下一把他封我，下一把走清三叠就行，宝宝都差不多了。嘣！
对吧？高虚鬼，对不对？3500飞掉，那他控不了这，他下一把要出宝宝，这把又出低神药，这低神药比高神药几率还高啊！先把这个高年的清掉，他这一把要出宝宝，我跟你说，我去庙，真的，我不管你，他可能会要出顺法，我你妈来一把去庙再说，我这个宝顶个血。四星不准啊，兄弟，落魄才准，没有看过我视频啊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。我以为他要出宝宝，我不想清三点，下回宝宝解封群秒就行了。他下一把100%要出宝宝，正好他速度快，我们直接后面宝宝解封群加限定激发群秒就可以，很简单的节奏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打翻寸，真的炮哥对吧？159翻寸无敌，兄弟，对吧？你跟我，对吧？你跟我在这玩翻寸呢，兄弟啊！你跟我在这玩翻寸呢啊！出宝宝，我正好接群秒。正好四个单位，不多不少，四个单位，敢不敢说？对吧？肯定得出宝宝。对吧。宁刃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力劈有没有高级感知？看一下，对吧？有高感知，13技能，高感知，来，砰，3000的秒，还秒一圈就可以了，还秒一圈就行了。他下一波要封我，还秒一圈，我们先下一个宝宝，好吧？不用下宝，我们直接出顺法。这个宝宝，贴一下自己，好吧？贴一下自己。我们这个宝宝也贴一下自己，好吧？先把这个宁刃的给清掉。这炮哥打 PK 真的，这种小风系随便打。我打风系的时候是法系鬼剑抽，我打法系的时候是风系鬼剑抽。来加笛子，两个贴兄弟，笛子有啥用啊，兄弟？啊，酸贴神了，前面这个就得飞，对吧？酸贴，哇，你这速度还慢啊，兄弟，那你玩个脚啊，兄弟，没有起球，妈先起个球问，对吧？这不得给你看一下我们万首哥的伤害啊，这不得把球给起，这么大的优势啊，对吧？不得难一难啊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先把球给起了，好吧，先把球开了，你看你怎么跟我玩，兄弟，先把球开了再说。头顶龙魂纵横四海，对吧？5000多的秒，真的秒的凶。起个球，他这一把要封我，直接请他人吃一个清三叠，宝宝封到后面，这个宝宝先定激发，力劈必得跟后面一把结束了，好吧，对吧？肯定要封我的，想都不用想的，对不对？这一把清三叠留到最后请你，好吧，最后请你吃清三叠，就1000开刀，砰，没有炸，炸的话一把清三叠就是10000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下一回要请你吃什么，兄弟们，下一回要请他吃一个。请他吃一个砍龙有悔，除非分身，好吧，除了对面能分身，不分身都没有局。来7分，除了有分身了，没有分身都没有办法，不能解决。出宝宝，瞬击解掉，看一下能不能破万啊？就300。就嘣，哎哟，出金甲3000，没有出金甲得9000啊。啊，虚弥也猛，真的。还可以，1300。我应该。